情侣间的角色扮演之受益人。很高兴为你服务。算了。Nope。咋又你呢？先生，没人了。行了，真的吧？来。先生，我们是要果汁还是要不要那些流程，快点。急活啊？那你加钱。上哪儿？啊？上哪儿？大哥，你来这儿，你媳妇不跟你一起吗？什么话？我来这儿，你不就是我媳妇吗？大哥，你真是闹。大哥，现实啥工作呀？不搁家靠媳妇。啊。哎，换个。哎，不用，手法行。咱下一个流程按剧情发展，给讲讲故事了，美女。干多久了？代干不干的5-6年了。走挺年轻的，多大呢？38，带俩娃。父母呢？复读母病。我猜你知道还有个弟弟读书呢。对，不是大哥，你咋知道的呢？我也干过。啊。修脚的，我记得。你给我常点你呗，多少号啊？38号。看出来了。38号吗？性格啥都不错，那咋能离了呢？要搁我离不了。哎，不都是命吗？哥，你刚才说老妹儿挺可怜的，要不然加个钟呗，老妹儿好好给你讲讲故事。嘴都是太大。想吃俩口香糖呢？你是会挣钱的。行了，平时那有没有为难你客人什么的啊？哥，你最为难我。没的呢，我对你挺好吗？嘎嘎真心。什么意思？放松一下真假。放松真假。哥觉得咋样？不错。那哥，你觉得是我好还是你媳妇好？嗯。媳妇，咱俩不拍着吧？怎么干啥认真呢？老哥，我知道你喜欢那些热闹的节目，我呢恰好又能扮演很多角色。你想玩啥，咱们就玩啥。行，家里啥都有。行，不出去了。不出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接了吧，老面膜了。